这个因为我最近也比较忙啊，所以这个新时代盛平我也是初步上手了一下，没有非常的精通。大家就是等之后吧，应该很快可以去我们的就是各大的主播的一些 B 站啊，或者是其他平台的视频，去看一下，就是我们主播已经准备好了，等直播完的话，他们就会发布了。而且听说有一个主播自己把时间设置错了，就他设置的是七点发布，结果前面加了个一，十七点发布，对对对，应该有一些就是我们主播的狂热粉丝应该看得到了，没看到，啊，是的，好，我们先直接展示吧，那盛平的普通攻击，好，一共是四击。是已经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点，盛平的攻击有四击，然后前三击是拳脚攻击，然后最后一下是一个攻击，来我看看能不能攻击一下，是可以的，距离，可以，然后这就是盛平的普通攻击，这个而且后腰挺大哦，第四击我们要试一试。好，然后一技能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点按，点按是一个短距的，应该是叫5000，那个怎么说日语怎么说来着？5000什么瓦正拳那个技能？对，就是这个5000没瓦正拳。动大声要不要秀一下？不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放。好。它就是很短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带武装色的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近战的一个技能。当它命中了之后，它会产生一个 QTE，QTE 是抓住一个抓取的技能。那么这个抓取的技能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它可以转向，这个大家应该也挺熟了，其实都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一技能长按是一个蓄力的一个突刺，然后是带霸体的突进，然后也是一样。会拍成一个 QTE， 然后我听制作策划说，对，这个长按是直接会触发 QTE， 它不用命中，所以我们在起手的时候会多用这个蓄力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说二技能，二技能是这个名字我也不太记得，短按是一个就是向前方扇形范围发射的都是球。QTE 是，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，我测拉一下。放一个小鲨鱼。对，是一条小鲨鱼。小鲨鱼有什么用呢？这条小鲨鱼是可以把敌人推回来的。推回来之后你可以接正拳。当然这是我们测试包啊，所以可能它推的距离不太对。它的长按。各位机构。长按它是就是蓄力释放一道比较长的水枪，对，水枪，可以通过小鲨鱼，这个应该就能弹过来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短按的一接。好，这就是盛平的一二技能。然后我们先讲激斗技吧，激斗技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突进技能，这个比较类似于我们老盛平的那个一技能突击。然后另外一个技能是就是我比较推荐的大家 PVP 带的技能，就它是向前方，也是应该是扇形做飞弹。然后这个也是分为点按和长按。当然这个东西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是在远距离是接不上其他技能，因为它是只有一个硬直，它是没有浮空的。虽然它攻击范围比较大，但是它是在较远距离是难以去接上的。是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放这个技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一些比较合理的友情技，比如火马，当然有其他更多选择，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，比如大家最喜欢一套秒的那个奈威友情技。我们是需要这样，然后接，然后再接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这就是两个激斗技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小翼，小翼还是很帅啊，这个是那个他叫那个什么，是奥义什么五来冠是吧？是
是吧？时代观啊，应该是那个。哎，帅啊！看看距离。好，可以。大概中场左右吧，大概中场左右的距离。好，中场不到一点点。好，然后。它还有一个，甚至还有一个隐藏机制，就是长按普通攻击，就是格挡，然后它的格挡之后会挥出一拳，然后也是在平 A 中任何时机，四 A 应该也可以取消的，也可以取消的，会有一个蓄力之后有一个突进一拳，那么它如果成功格挡了呢，就这样，哎，大家看到它派生了两个追加技，一个是海流过街摔。另外一个，稍等，来一下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远距离的抓取，我们可能这个搞不太清。啊，比较远距离的一个抓取，很快。好，然后差不多就是盛平的技能介绍。啊，最后我们看一下旧交易。啊，它和老盛平的区别就是老盛平的格挡就是上限很高嘛，因为它可以根据敌人的攻击的节奏，然后来不断的格挡。那我们新盛平其实更偏向于进攻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新盛平它每个技能都是长短按去区分，啊，对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短按的话，它的前摇是比较短，是的。但是呢，攻击距离会相对较近。长按的话，它的前摇是会比较长，但是攻击距离会攻击范围会比较大。对，有。所以他的对局思路的话，其实比较清晰的一个。其实也不用思考太多，大家可以就想到就是长按就是远距离，对，长按就远距离和起手，这样可以，哎，短按就是近距离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。然后要巧用一个格挡，哎，好像有格挡跳的感觉。好，哦，可以，就是如果大家一直按着这个，平 A 加方向键的话，它是可以，哎，怎么出的？看到没有？哎，大家可以去试试啊。这个是某一个策划不让我说的，但是我想还是给大家看看。好，那大概就是上屏的所有技能介绍了。那么我们下一个环节要直接打吗？虽然我不是很想打。这个我们要有请我们的特别对我特别不客气的这个我们的主播大大。大家能猜到是谁吗？哦，奥义图，盛平的奥义图在训练场上展示吗？没事，到时候那位不客气的主播大大一定会对我展示奥义图。奥义图一定是会，至少后续一定会有，对，应该是会有。哎，那么小助理，我们要不要连线？好的，斯巴鲁老师。